们能活下来吗？As of now, the death toll stands at 3,521. 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我只想让我的家人活下去。No, 我女儿。来不及了，快走！远离亲人，我很遗憾，但这是我不得不做的事情。我相信会再次看到蓝天，鲜花挂满枝头。丫丫已经死了。他没有，他没有。佳佳的生命只有两分钟，我要给她完整的一生。人类的勇气可以跨越时间，跨越每一个历史、当下和未来。